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邓伦，新闻萌播翻拍网友看我神回复。第一个问题，被邓伦的东北话圈粉了，查一下他居然是石家庄人，为什么东北话说的这么溜？夹了那玉峰那也得啪呀。重点居然还和我同天的生日，首先和你同天的生日很开心。厉害，是在说人家？就是身边如果没人说东北话，就我会说一个很，我会说了一口很标准的普通话。但只要身边有人说东北话，我很自然的就被带动。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的宿舍里一共四个人，有两个人都是东北人，对，所以可能习惯了吧，所以就比较会说一点东北话。邓伦的英语真的是好听到怀孕，声控真的治不了。It's a special holiday in America. 好听吗？好听的。怀孕。谢谢你啊，我还在努力学英语，谢谢。嗯哼，喊爸爸，邓伦很无奈，微笑尴尬的面对，认干儿子吧。实话实讲，如果江哥跟思燕姐同意啊，我真的很想认嗯哼当干儿子。他总跟我玩，他总会这么玩。他要不一见了我就会爸爸，然后要不一见了我就会杜江，然后每次跟江哥说我问你儿子又叫我爸爸，爸爸，你儿子又来叫我爸爸。哎，邓伦好帅，为邓伦疯狂打电话。等有机会把我电话号码告诉你。然后就是因为听说你就是今年生日会是没有了。然后有没有就是别的形式跟粉丝见面？生日会不想办，是因为就是我最近的工作也确实太繁忙，我也确定不了那一天我会在哪里，然后我有很多行政上的问题，最重要的是不想让粉丝很远的然后跑过来跑到哪儿，然后我又怕我时间有问题地点有问题。等我把下个戏拍完，如果之后有时间的话，我会专门和粉丝在一起好好待着的。